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94页啊，494页，从第五行看起，第五行当中啊，二者从这看起啊，二者会书曰：定居者，居人，居人是居住啊，定居啊，把定字省略掉了啊，要是完全说出来，真定居，也可以说呢是不退转，便是菩萨阿毗跋致。我们接着往下看，云何名真定啊？为什么叫真定？凡一切众生，虽根性万殊，千差万别，一类俱至，把它分类，分类呀，不出三种。啊，就是不出啊，这个三大类，以彼多六趣为限定。换一句话说，他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样的人呢，就叫限定。以身尘随缘呢为不定，啊，身。是超越六道，沉是沉默六趣啊，那么这是语言不同，关系很重要。如果过去生中有善根，这一生呢遇到佛法，这个缘殊胜，但是佛法有大有小啊，大小乘，有显有密，有宗门有教下，啊，语言也不同。遇到的缘一定要与自己过去生中所修学的相应。啊，过去生中学教，那么遇到经论呢？他就很有兴趣啊，他可以接着向上提升啊。如果他遇到禅啊，遇到密，他就不相应了啊，往往遇到之后不久啊就退心了。这种情形我们看得很多啊，实在讲就在身边比比皆是
这叫不定。啊，缘当中我们相信过去生中啊，修净土的人多，净土跟娑婆世界缘非常深啊，可以说没有不行净土的。但是修净土啊，层次不一样啊，如果功夫不深的，这一生遇到之后很可能退转，如果遇到其他的缘，可能他就改变啊，改变方向，改变道路啊，这个他就变成邪定啊，就不叫正定了。如果再遇到净宗，他欢喜，他能理解，他会发愿求生净土。如果一生志愿坚定，不为外境所转，这个人决定得生，那他就是真定居啊。所以祖师大德把它分成三大类啊，最早也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有这三大类。这三大类把所有一切根性全都包括进了。那么一定指菩提啊，反正正定是指这一生呢一定会成就啊，这一生要不能成就，不能往生，都不算是正定啊。往生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品位都叫正定啊，从上上品到下下品啊，都属于正定局。这一点非常重要。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牢牢记住，要时时刻刻有警觉性。人生难得，真难得，决定不是假的。世尊过去曾经举过三种比喻，这个比喻也是恰到好处，绝不过分。啊，盲归浮木，须弥穿针，这佛常讲的，多难。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一次的人生闻佛法，还非常幸运遇到净土。啊，遇到净土，你还遇到下莲居的慧济文，你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你还遇到海贤和尚的表法。啊，真的三转法轮者，事转、劝转、做正转，你通通遇到了啊。不能不求往生啊，求往生的心要恳切啊。到这来说，其他的都别放在心上啊，一心一意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这个念头分分秒秒都不能失掉啊！我再不走冤枉路了啊！要知道这一生往生
缘也是不容易。世尊大乘经上常说，每一个往生的人，包括下下品，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确实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到什么程度，佛给我们说清楚了，无量劫以来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缘供养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净宗了，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让你能信能愿欢喜持名求生净土。于是我们能体会到善根福德因缘是多生多劫修积来的啊，这一生如果我们掌握住了，决定得生净土啊，再不为外面或这个环境所动摇了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包括其他宗教或者是其他的法门，我们都不再动摇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这是这个第二，下面还有第三，这都是讲三句有不同的讲法。三者呢，举起心论啊，大乘起心论所说的，实性以前之凡夫，不信因果为邪定。实心以前，那么换一句话说，以实心做标准不容易啊，这实心不简单的 啊初信位，初信位的菩萨跟小乘出口断证的功夫相等，那就是小乘出果断八十八品见惑啊，八十八品分为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断见了。在大乘是初信位的菩萨，在小乘是初果须陀洹，他不是凡夫。那么实行以前，也就初果以前还没有证到初果的，没有证到初信的，他不相信。这是邪定啊，跟前面说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决定还继续搞六道轮回，这属于邪定
啊，正定呢，它决定出三界，啊，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那是正定。啊，那么我们再往下去看，十住以上啊为正定，十信之人呢、啊、为不定。起心论跟前面说的有点不一样，啊，十住以前，那就是十信位。是性为不定，他还有进进退退，啊，从初心到实心，有吗？有，啊，你看看阿罗汉。有腿转了、啊、阿罗汉向上提升，修菩萨道，回小向大，可是其中有不少啊提不上去，腿转了啊，还算不错，退到罗汉的地位。啊，那么小乘有进有退啊，实信呢也是有进有退啊，啊，这是不定位。十住以上啊就不一样了，初住菩萨，这是圆教，华严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生十报庄严土，这是真的。起心论这个比前面讲的更深。啊，生到十报庄严土，他在十报土不断向上提升。啊，向着萨婆若海，萨婆若海是比喻啊，萨婆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智慧啊，如来所证的一切种智啊，一切种子无量无边，用大海来形容它。啊，一切种子之海啊，啊，这个是真的。啊，起心论的说法说得好。啊，幕后这一句，此乃十教大乘之说。啊，这是真实的大乘。啊，起心论是，本经第二十二品曰：若有男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这唐译的。啊，卦符里头。我们能够看到黄念老的用心啊，把每一句经文里头都指出来是属于哪个本子，五种原译本里面这是唐译的啊，你可以去对照，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啊，所以
我们从这个念老为我们协助指示的这么清楚，肯定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啊，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汇集不是伪造，汇集没有加自己的意思改动一个字，这是许许多多汇集本都比不上的。这汇集的好啊，啊，你找不出它的漏洞啊，找不出它的缺点啊。啊，念老汇集这部经，一共用了十年时间，三年定稿，修改了十次，那才成为定本。我们这一代的众生有福啊，能够见到啊，啊，这样完美的汇集本啊，讲师尊一生多次宣讲啊，编成一本我们神心神事啊，遇到这个本子无比的幸运啊，这个本子确确实实将极乐世界给我们做了详尽的介绍，让我们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坚固了愿心啊，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啊，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啊，已经往生的，当生的是现在还没生，当来一定会往生的，这当生戒习住于正定之具啊。这个话等于说给我们做证明啊，啊，帮助我们坚定心愿啊，就像诸佛给菩萨授记一样的。啊，这授记的话了啊，你看，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一切种子啊，自性里面本具圆满的般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可以证得是名啊，这是说明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具，彼正大涅槃国。那么这一本无量寿经，我们可以看作修行正果的保证书。啊，不但他引导我们，他保证我们成就。他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啊，法门无量啊，确实有很多法门不错。啊，引导你，提升你，但是没有保证的话，
唯独这部经上有保证的话，啊，决定真的，啊，必定真的，故善导大师曰：不断烦恼的涅槃，四时安乐自然得了。这什么原因？是自性本有的，自性本来如是。观经上佛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自然本来的啊，只要我们肯放下啊，只要能把非自然的统统放下，八十五十一心所不是自然。是一个设法也不是自然的，二十四个不相应还不是自然的，那为什么呢？又违法了。你看《白法明门论》，前面九十四法又违法，又违法就不是自然的，有生有灭。啊，后面虽然有六个无为法，其中五个是相似无为，不是真无为。真无为就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自然的，那是不生不灭的。隐现自在，他隐什么都没有。自心清净心，一法不离，他现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隐不能说的无，现不能说的有。如果有有有无是相对的，自性里头找不到相对的。自心里头不但没有这些东西，连名字都没有，这个诸位要知道啊，知道了你才肯放下了。那我们现在支持名号啊，为什么完全放下难呢？我们这一生做不到啊。啊，那我们就要跟着阿弥陀佛念他的名号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一切放下，回归自性，啊，自自然然，一点都不费力气啊，到极乐世界大彻大悟，他真的彻悟。你看我们这个世界讲彻悟，彻悟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圆教初住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可是上面还有二柱三柱到十柱，十柱上面有十行，十行上面有十回向，十回向上面有十地，十地上面有等觉有妙觉，
自心清净心地有没有这东西？没有啊。啊，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从无始无明习气变出来的。无始无明粗地就断了，这个粗柱就断了，习气没断。啊，我们从这个修行层次上来看，大乘七性位的菩萨，他断的见思烦恼，跟小乘阿罗汉相同。啊，见思烦恼断了。啊，但是他有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没断，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他修什么？断习气。习气断掉了呢，他就随身了，他升到辟支佛。啊，辟支佛。不但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啊，就断正功夫来说，阿罗汉等于大乘，十性里面的七性位。啊，七性，七性位的菩萨，把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就升到第八性。八性相当小乘的辟支佛。啊，那辟支佛断什么呢？见思烦恼断尽了，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惑。八地菩萨，啊，这个八性位的菩萨，也就是小乘的辟支佛。把尘沙烦恼断了，尘沙烦恼分别，说明他不分别了，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分别这个念头断掉了。啊，他生气了。啊，那么小乘就是回小向大，啊，大乘全教菩萨，天台的别教，他们就到石柱去了。啊，原教呢？他还没有离开十地，啊，这个没有离开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在这个位置断尘沙的习气，啊，尘沙习气断干净了。再断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断了，他就成佛了。啊，这个佛，天台大师称之为分真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讲六即，六种佛。啊，六种佛从本性讲起，从本性讲起，你本来是佛，这叫理即佛。从理上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容易成就，就是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阿弥陀佛才能帮上忙，你本来不是佛他帮不上忙。所以一定要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本来是佛，是一体啊。啊，那我们迷了，迷失了自信，变成六道凡夫啊，要慢慢再去修啊。修什么？把这些障碍去掉，如是而已啊。佛是修来的，不是啊，本来是佛啊。去掉这些迷见思，是严重烦恼啊，把它去掉了。尘沙也是重要的烦恼习气啊，也把它放下了。最后放下无时无明烦恼。无时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啊。用功夫怎么用法，自己一定要懂。六根在六尘上真用功啊，真用功，不要再执着了，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起心动念了啊。你看，不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不分别你就成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修行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这个地方啊。我们用什么功呢？一句阿弥陀佛啊，念念阿弥陀佛，叫我们起心动念不起来，那就成功了，那就是法身大士。还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全叫菩萨啊，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那就是阿罗汉，就是小乘啊。大乘呢，就是实性的菩萨，这叫真修啊！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是六道凡夫。啊，那这就是前面讲的邪定觉啊。啊，那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执着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直接锻炼的时候用什么功夫？不起心不动念，真定觉这懂得修啊。为什么要念佛？就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打掉啊，不让你有这些东西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用久了，这个作用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变成神通了。啊，从肉眼就修成天眼了，从天眼修成法眼，修成慧眼，修成佛眼，啊，法眼是阿罗汉，也有人说法眼是菩萨，慧眼是阿罗汉，这都没有关系，不重要。啊，怎么说法，经上都能找得到。啊，这都是中间的层次，有上有下。啊，一般我们讲用《金刚经》，无言圆明。啊，我们举这一个例子。啊，眼在色相上修行，耳在音声上修行，鼻在香味上修行，舌在肠胃，身在接触，意在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啊，通通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这经中妙绝了啊，就用这一句佛号啊，把这一些障碍扫除得干干净净。那我们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本来面目是佛，不是凡夫。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做到了啊，现代的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你细心看他的光碟，你能把光碟看上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我相信你就相信我的话了。他真的是大彻大悟啊！他也露了一点痕迹了啊，不常露，没人知道啊。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没有读过经，他不认识字，跟慧能大师一样。你把华严经念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听。啊，他一生没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老师教给他的，传戒公老和尚给他剃度的时候告诉他。啊，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将来有一天大彻大悟，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慧能大师开悟了，也有障缘了。到猎人队就躲了15年了，啊，15年之后语言成熟了，可以说了，啊，老和尚语言没成熟啊，在这个年代，你说人家不相信啊，啊，经念给你听，你也能讲给大家听。他不会说你是成佛的，他不相信这个。
啊，他会用种种方法来猜想。所以不要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法最好了。啊，希望每个人纵然证得了也不要乱说。啊，你说你开悟了，你能讲话也，谁肯相信？今天什么人来给你证明你没讲错？找不到证明的人了。啊，能大师开悟了，无足跟他做证明。啊，他才是第六代祖啊。仙公老和尚今天这个世界，无论哪个宗派里头，没有开悟的人。没人给他做证明，那就不能说啊，那说了就很麻烦啊。他听话，他真敢啊，只是表法做一个佛门弟子的榜样，净宗弥陀弟子的榜样，这他做到了。啊，真有大智慧，大福报。啊，走的时候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那么很多人看到了，素有善根福德的，会生起仰慕之心啊，相信增长自己的心愿啊，还有不少根本不相信，看到他也不相信啊。古时候看到的人很多相信，现在看到的人不相信啊。为什么？没有科学证据，他亲眼看到的都不相信，还要讲科学证据，这就难了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过去要差很大一截。难心之法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难相信啊，但是这个法门是决定真实，决定不假啊。我们感恩莲公慧起，感恩黄念老的记住，不容易啊。著这部书用了83种经论，还有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我们读这个注解，等于读了193种。典籍资料啊，内容非常丰富啊。
啊，末法时期真正修净土，真正学大乘，在这一步进入入门就够了。啊，经要背诵，注要熟悉，啊，能够把这部经念上3000遍，就能背诵。把这个注解能够从头到尾看30遍，你就能讲解了，你不会讲错。啊，需不需要去学习呢？不需要，自己在家里就行了。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例子，刘素云居士，他就这么干法。啊，在家居士，无量寿经专家，啊，他这圣年就在这一部经，就在这一部注解上下功夫的，给我们做了榜样。这个榜样意义非常深。为什么？中国佛教在先前断层了，没有了，靠谁撑船？靠这些人，像刘素云这样的人，他带头啊，学华严的也要能背诵华严经，啊，这个要从小10几岁学习最好，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能够把81卷华严背下来，再有能力的话，把40华严也背下来。啊，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李长者的合论，啊，能看上20-30遍，华严宗的祖师出来了。传华严出来了，啊，不是佛教大学，佛教大学没用处，学一些佛教知识，没根，没底。那学法华的，也用这个方法，啊，看天台大师的注解。法华文具，啊，无论学哪一部经论，学法相的，学法性宗的，啊，三论宗的，啊，都用这种方法，啊，你喜欢哪一部，主修一部，啊，像《金刚经》，不长。主修一部，啊，注解，姜维农居士的注解最好，他也是集大成，啊，《金刚经》自古以来的注解他参透了，他的讲义是基础，啊，学般若心经的周志安，人家都是一部书上用了40年的功夫，专搞一门了，成为专家。啊，我年轻的时候修《金刚经》，就是学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学《心经》，学周志安的注解。
啊，所以这就是无私自通，多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千遍自见就是开悟，自己明白了。为什么？一千遍下去心定了，定能开慧呀，慧能通经呢，这个经就贯通了。要走这个路子啊，找老师找不到了，这一定要知道。啊，以我这个方法，十年，你决定成就。十年之后，你出来讲这个大经，啊，会有人来给你做证明。完全求感应，啊，感应道教啊。我们真干就是干佛菩萨来应了，不定从哪里冒出高人呢，来为我们应证。啊，那么本经第22品，这是经文。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啊，戒习诸于正定之具，决定。真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居，彼正大乘涅槃国。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不断烦恼得菩提，四世安乐自然得。这说的自然得。下面又举安乐集里面的文字，安乐集说：“以信佛应允，愿生净土，齐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立故，即便往生。”这几句话句句都重要。啊，首先信字真心。啊，决定不生疑惑。这个心才管用。啊，真心才会有真的愿。这个世界修行太难了。非常辛苦啊，我学了64年了，到今天的啊，对佛菩萨感恩，得佛菩萨的加持，得佛菩萨的教诲。那我们的方向把得很稳，没有偏，没有邪。啊，遇到净土之后，才有决定的信心。啊，没有净土，没有遇到净土，
虽然这些大经大论，哪一个法门都必须要断烦恼证菩提，那烦恼能断得了吗？没法子断，现在诱惑的力量太强了啊，能够一年比一年轻一点就很不错了。烦恼轻，智慧就增长，非常明显啊！啊，智慧从哪来？不是从经典寄送来的，是从清净心来的。啊，一分清净得一分智慧，十分清净得十分智慧。所以清里头不能放别的东西啊，最好把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要放在心上，随便吃什么都好，穿什么都好，没有要求，没有选择啊，这样什么心不操这个心，只念阿弥陀佛。啊，生智慧从哪里看呢？啊，从答问上看。啊，从早到晚常常遇到人有问题向你请教啊。那问题预先没有让你知道啊。他说出来你能解答。啊，解答他听得很满意，这就是智慧现前。啊，社会上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问的问题不一样啊。啊，一样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太乱了，地球上灾难太多了。啊，每一天听新闻报告，大家都很担心啊，这共同问题啊，个人问题就很复杂了啊，所以自自然然能解答啊，真帮助人能解决问题。啊，安乐经上这几句话，不出心愿心，幸福因缘是心的，愿生净土是发愿的，啊，齐心立德，修诸行业。这是心呐！啊，起什么心？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经中过去大德所依的是观无量寿佛心，跟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里面说，知心、身心、大悲心。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知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啊，经论合起来，意思就很清楚了。啊，起心论讲的智心，观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起心论叫智心，啊，真诚到极处。这是起心立德了，啊，用真心对谁？对一切众生。我们日常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别怕别人用妄心对我来欺骗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好像我们吃亏太大了，一点都不大。他们搞六道轮回啊，出不去啊。我们这一生出去了，再不搞六道轮回了。你要不要用真心？你用真心处理六道，你用妄心继续搞六道。所以你一点亏都没吃，你占的便宜可大了啊！真心表现在外面，简单的说就是戒律。无戒是人真心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四颗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决定与这十二个字相应，这就是真心啊！与这十二个字相违背，妄心啊！不孝不悌，不忠不义，这样的人念佛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待旧业不待新业啊！你天天还在造这个业，这待不去啊！过去所造的业能待去啊，这个过去从哪里分？从你有缘遇到净宗，把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从这个时候起记住起心立德了，这个德是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就在生活当中。啊，一切行业，行是正在造，业是造过以后的结果，戒业是得了，行是得，业也是得。啊，以前的行错了，戒的业是恶业。啊，邪行恶业。啊，现在修正行。
善业，啊，再提升的敬业，进行敬业，那这是真定觉。啊，下面接着我们看，依佛力住持，进入大乘真定觉，这得佛力加持啊！啊，只要你肯发心，就刚才讲的发菩提心，啊，用真心、真诚心待人。啊，身心是什么？古大的解释，好善好德，这就是身心。身心自受用啊！啊，念佛是最好的身心。我心里头没有别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是想极乐世界，不想别的地方。那天天想，哎，总有一天想到了。天天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了，这功德圆满。啊，那么正定具足呢，就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啊，所以愿第二十愿我们念过啊，啊，第二十愿就是讲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什么品位，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通通都得阿惟越智菩萨圆满证得三种不退啊，位不退，阿罗汉就证到了；行不退，菩萨证得；念不退，化身菩萨证得的。这叫圆满证得三不退啊。啊，在这个世界，不要说行，说念，位都保不住。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的人生呢，来生还能得人生吗？世尊给我们做比喻啊，这一生是人生，失掉人生之后，来生再得人生的机会，像盲鬼伏木、须弥穿针啊，你说多难啊！啊，须弥山上吊一根线，山下放一根绣花针，这个线一掉下去，就正好穿到绣花针里去。这个机会太渺茫了。啊，你问任何一个人都摇头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得人生多难，
的人生要修十善业道啊！啊，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能得人生啊！用妄心，咱们中国古人讲的，人抛弃了无常，来生得不到人生。啊，别的道去了，人天没分呐、啊。人天没分，下面四道，阿修罗、魔鬼、地狱、畜生，就到里面去了。你说多可怕？这些都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啊，你能相信，那是你有福报，你有智慧。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你不相信。啊，没有高度的警觉心，虽然知道，还是免不了犯过失。啊，没有认真去念佛。没有认真求善解脱，往生净土是个问号啊！下面这个《国活》里头说，有善导大师以愿言。即唐仪的经文为此愿，此愿就是第二十九愿，一句现身不退之谜，这一愿是给我们讲不退也，住真定去住心里面，只住阿弥陀佛就是真定去，真定当中的真定，不偏不斜。啊，真定句是什么意思？等于是法身菩萨念念归向娑婆若海，念念向着无上菩提，他怎么会不成就？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要明了的。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得好啊，啊，这个里头有现身现在不退，有这个谜在里头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退，现在就不退，为什么？你决定得生，这个机缘多难得啊！文中若当生，则知求生之人已如真定句，是为不公之说。啊，到后面
22品，练功还有详细的开始。我们看下面第30元，怒如漏尽必求，这都是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释迦牟尼佛预先告诉我们，让我们升起向往之心，那我们看经文，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漏尽比丘是阿罗汉啊，漏是烦恼，这个地方所指的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尽，证阿罗汉果了啊。阿罗汉所受的快乐，我们人间天上都比不上，天有28层天，不能跟阿罗汉相比。我们看注解啊，第30元，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是为乐如漏尽愿。啊，这把课题标出来了。热闹是烦恼，为具苦所逼，身热心恼，故名热闹。啊，人再有怨恨，或者公告我们，都有这个现象。啊，发脾气发火，所以脾气发的时候脸都红的，身上都变热了啊，恼怒啊，居苦所逼啊，热闹永离热闹。啊，现前就能得到啊！谁能得到？念佛的人能得到。念佛的人，20-60种，就是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啊，佛号不中断的。功夫得力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看山河大地就是极乐世界，他心得清凉，清凉自在啊！这是现在得到的。啊，永远离开热闹了，热闹是嗔恚、贪婪、愚痴，贪嗔痴慢，热闹啊。那为什么他能永离？他知道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他肯放下，
啊，他欢喜放下。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他当真，他以为是真的，那就放不下了。啊，真正知道他是假的，你就不让真，不当真了。于一切境缘当中，没有得失。啊，遇到了，得到了，没有欢喜心，没有贪念的心。啊，失去了，丢掉了，没有成悔，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心上就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海贤上有老和尚有一句话，那个话我们要记住。他老人家曾经说过：“阿弥陀佛就是我老和尚的根。”这一句话重要啊，他有根，我们都没根啊。有根正定去，没有根不定去。啊，他真的有根。一切时一切处，他没有丢失。啊，生活穿衣吃饭没丢失。工作没丢失。待人接物也没丢失，啊，待人接物，在他的感受当中，就仿佛在极乐世界，看到一切众生诸上善人，啊，都是弥陀观音。法喜充满了。啊，所以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啊，没有给人家增高论低，没有，啊，处处谦让，真能放下，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他看到了，阿弥陀佛也见过面了，啊，极乐世界真好啊，和这里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世界他全放下了，还留在这个世间不是他的意思，因为他自己说过，他求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好几次，不是一次，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但老佛爷不肯。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表法。给大家做个好榜样，啊，我们观看老和尚，真的没话说。我们在应该30年前。我在美国，念老嘱咐我，啊，在美国各个地方成立净宗学会，
啊，当时美国跟加拿大有30多个学会，我们的学会跟古时候的联社完全相同，只是换个名称啊，金宗学会啊，我们的学会完全是独立的，没有隶属关系，个个都独立，行政独立，财务独立，人事独立啊，只有学习这个法门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都依照夏莲居老居士的会议本啊，以后依照念老的脊柱啊，那么我们在各地方讲经也是以这个为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经宗学会有不少，估计大概有200所左右啊，个个都独立啊，我有时候到国外也接受他们接待啊，跟他们在一起讨论修学的方法啊，鼓励大家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同学们都能接受，这好事情啊！啊，做人这些年来劝导大家学海鲜老和尚啊，这个光碟海外送的很多啊，永世集也流通很广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学习啊，最好像此地所说的，现在就住镇定居不走弯路，不偏不斜啊，跟住下莲空，跟着黄念老走，不会有错。这两位大德同宗同教，先灭圆融，最后都归净土，这不会错的啊！贤公老和尚为我们做证传，证明真有极乐世界，他见过不止一次，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决定的生净土，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正知正见是正法，没走错路啊！啊，他老人家最后为我们表法，看到若要佛法行，唯有僧瞻僧，看他这本书，我们自然就想到，阿弥陀佛一定是跟他约定。什么时候你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所以他见到这本书啊，欢喜这个样子，过去没见过，无比的欢喜。啊，拿到这个书，穿袍打衣，
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啊，这个举动老和尚过去没有过的，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主动要求就这么意思。三天之后佛就接引他往生。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依这个本经本学这个法门没错，决定是正确的啊！他给我们作证，等于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作证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做到了，我们过去啊，早年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这个学会现在还在啊，还是一位老会长杨玉华没换会长啊，我写了一个缘起，提倡我们行门五个科目啊，第一个敬业三福是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三福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啊，第三六合敬。啊，发菩提心，不是，这是后幕后的。啊，六合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尊，意和同悦，力和同均，这是佛教我们的，佛弟子在一起要做到啊！啊，六个和。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在三学戒定慧三学，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下面第四个六度六波罗蜜啊，菩萨心门归纳这六大类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这五门老和尚统统做到，一条都不缺，真难得啊！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全世界净宗学会行门这五个科目啊，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要能做到。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全做到了啊，真难得。
我们再往下看啊，《法华经》信解评曰：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忍恼。这个三苦是大乘经上常说的苦苦、坏苦、行苦，所以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啊！苦苦、欲界这三种全有。后面这个苦是名词，前面这个它是属于哪一类？苦苦这一类，苦苦是我们常讲的生老病死，八苦，再加上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都是苦苦。欲界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色界天是修四种禅定往生的。色界天没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为什么呢？它还有寿命。寿命比我们长，再长又到底一点，寿命到了他就感觉苦了，他有辛苦，辛苦是生灭不住啊，这叫辛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他不停辛苦的反面就是不生不灭辛苦就是生灭法，六道是生灭法那么这个色界天人有坏苦有辛苦，最高的无色界，无色界身体都没有了，他不要身体真的像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这没有身多好真的无色界没有身，它有四层天，没有身就没有坏苦所以它苦苦坏苦没有，它只有辛苦，辛苦它有寿命寿命到了，它到了顶头上，他不能再往上去了，怎么办？他就会堕下来，六道轮回三苦三苦里面呢，这次讲到热闹到极处，那就是地狱我们要知道，佛没有妄语，佛不会吓唬我们，佛说的话真话，佛是真语者，佛是如语者，如就是完全跟事实相同，没有夸张，也没有隐瞒，我们要相信相信佛语的人有福报了，有智慧不能不相信
那么佛经上讲地狱讲得很详细，有因有果啊，它是散在很多经典里面，不是集中说的，附带说的啊，说的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讲佛陀在经论里面讲到地狱这些经文，统统抄录下来，一共是从25部经论啊，抄成这么厚一本，我们把它印出来啊，题目呢题了一个注经，25种经论注经佛说地狱极要，也印了不少流通。这个东西学佛的人有时间呢应该可以看看啊，看了之后啊，会产生人为地狱苦啊，对经上讲这个热闹啊，你才有一点概念，否则的话没有概念啊，真可怕。为什么受这个罪？不应该啊。所以佛要我们用真心处世待人求，真心不造罪啊，真心不造恶啊，啊，真心是什么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真心也就是菩提心，我们用这个心来生活就自在了，用这个心工作待人接物，那就是积功累德啊，妄行有善有恶，但是都有果报啊，善心感得三善道的报，恶心感得三恶道的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用真心就超越了啊，一定要相信佛语啊，我们勇力热闹心得清凉啊，就是清净心。那么经集罗各种，这三经一论都讲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罗，故勇力热闹啊，清凉清净凉爽，正与热闹相反啊，这到极乐世界普遍你能感受到的那个地方清凉自在大智度论22卷论文里头说，人大人们啊，得入清凉池中，冷然清了啊，如浮无浮热闹啊，清凉池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何况极乐世界人根本就没有热闹的现象。
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都用真心，没有用妄心。为什么知道用真心？不用真心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看我们这个经里头，第24、25品就说了，三辈往生，往生真因。啊，无论是哪一辈，上中下三辈，通通要做，要做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上上品要发菩提心，下下品也要发菩提心，这就说明菩提心的重要啊。欧耶大师说得更好，能不能往生全在发心。发心关心你能不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念佛功夫深的品位高，念佛功夫差的品位是浅。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些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时时刻刻要想到，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诱惑，不会受他们干扰影响啊！我们菩提道往生极乐世界一帆风顺了啊！这些重要的经文常常提出来观想啊，看破这个世界。弥勒菩萨讲的多好啊！这个世界是假的，整个宇宙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八千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再深入一点说。”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弹7次。那32亿乘7，2240兆一秒钟。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存在，它存在时间多久？只存在224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论是境界无论是六根啊，六根六尘没有例外，通通都是在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的波动现象是一秒钟2240兆分之1秒，这个波动当中产生的幻想。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得佛经里头所讲的不生。你不能说它生，它没有了吗？你也不能说它灭，它后头又冒了一个，前面生了，
前年灭了，后年生，一个接一个。啊，是不是相续的？不是，相续的是完全相同，它不相同，念念都不相同，差别很大。全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说的多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凡是有生有灭的这种现象，都是假的，梦幻泡影。我们能常做如是观，你就放下了。为什么呢？一样也得不到。包括我们身体，身体也是在2240兆分之一秒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啊，也就是说一秒钟我们的身体变化了多少次，前年灭后年生，2240兆次，这是事实真相，被现代科学家肯定了。你要当真，那就叫迷惑颠倒，那就叫六道凡夫。你要是觉悟，觉悟之后说不再放在心上，随他去吧。啊，遇到净宗妙啊，你真是太幸运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啊，真的不生不灭啊。那个不生不灭意思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生灭太快了，你找不到生命啊。而极乐世界根本没有不生不灭，为什么？它没有阿赖耶，它没有妄心，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自信啊，自信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自信是永恒的，是真的。我们今天呢，就学到此地。